是百万富翁，呢位是陈启泰医生主持，欢迎大家收睇全新一辑嘅《医生与你知传染病》系列。喺一连八集里边咧，我哋要同大家介绍不同嘅传染病嘅。而今晚咧，我哋就请到一位靓女嘉宾主持上嚟同大家做节目嘅，佢就系、是、你系。哦，咪就系我呢个靓女主持啦。喂，美仪啊，好地地做咩着成咁啊？哇，你新嘅一辑啊，医生与你讲传染病，仲要讲沙士，我梗系要小心啲噶啦 ，Ken。有道理嘅。仲有啊，你揾我做嘉宾主持啊，有个问题，我谂好多人都想知嘅，就系而家呢个世界咁先进，科技咁发达，边个做咁多传染病嘅？嗱，因为科技先进咧，就使到呢个一个效果咧，就系、是、人口越嚟越多。人口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人嘅居住嘅密度咧就會越嚟大，咁變咗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啦，就會越嚟越縮短。咁呢個亦都係方便咗呢個疾病嗰個傳播嘅。咁第二咧，人口增長嘅時候嚟講咧，就對呢個環境嘅破壞都越嚟越嚴重啦。啊，譬如引起呢個空氣嘅污染啦，都係會傷害人類嗰個抵抗力。人類嘅生活嚟講，亦都會產生好多嘅排泄物，影響個水源啦。透過呢個食物啦。嚟引起嘅傳染病咧，亦都會係增加噶。仲有一樣嘢，就話呢個人類嘅交通發展得好快，你可以一個地方飛到一個地方，咁呢個亦都會容易咧，使到呢啲傳染病咧，由一個地方咧好快咧係可以傳到去另一個地方嘅。就係你哋人類嘅智慧，造成有利我哋生存嘅環境。我就係你哋嘅新朋友，啊唔係，你哋當我係敵人之啦。你哋叫我做沙士。自从爆发咗沙士同禽流感之后，香港法定要呈报俾卫生署嘅传染病，就由27种增加到29种。作为法定要申报嘅咧，就即系话，如果有医生啊诊断到有怀疑或者证实呢啲传染病个案嘅话咧，就有责任要通知卫生署啦。陈医生啊，陈医生，啱收到消息啊！我隔篱屋咧，黄师奶个二叔公个三姨婆个女同我讲啊，话沙士会空气传染噶。黄师奶个二叔公个三姨婆个女系传染病专家嚟嘅咩？佢系花花幼稚园高班嘅高材生咯。从来我哋都冇好实质嘅证据证实佢系空气传染啊！我哋相信到而家呢个阶段咧，佢都系主要系飞蚊活体接触传染。我哋相信最普遍嘅途径就系当有人打乞嗤、咳嘅时候。或者是你的手掂过其他人的飞沫，或者掂过其他人的分泌物，而这些它里面有冠状病毒。咁当你再掂翻自己的眼鼻或者口的黏膜的时候，它就进入去你的黏膜度，破坏你的细胞，将你那个新陈代谢机制呢完全控制了，搏命地去制造大量的病毒出来，那个病毒转移到你全身，你的肺的功能或者你肠的功能就开始失调。咁基本上这个病它的特点就是主要是肺炎。而家香港其實一般就有三個方法嚟睇下呢個係咪沙士病人嚟嘅。第一個方法就係培植呢個沙士病毒啦，喺病人身上邊抽取呢個樣本培植，究竟睇下幾日之後會唔會有呢個病毒喺度啦。啊，咁呢個方法就好啦，當然啦，如果係真係病毒嘅話，咁即係呢個真係沙士病人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呢個方法咧就需要一段長嘅時間，幾日先至可以話到俾你聽，究竟呢、這個培植到呢個沙士病毒出嚟，咁所以就比較慢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呢個血清嘅測試，血清測試就比較準，九成以上嘅沙士病人咧，我哋都可以揾到佢血裏邊咧係有抗體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這個抗體嘅產生咧係比較後期嘅。一般嚟講，喺第二個禮拜之後咧，先至開始有少量嘅病人開始係對呢個沙士病毒嘅入侵咧，作出反應，以致釋放呢個抗體出嚟。咁就問題就嚟啦。
在初期的時候呢，我們不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準確測試到究竟這個是不是 SARS 病人。所以第三個方法呢，就是這個實時定量的聚合酶連鎖反應的測試，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比較快而準確而且敏感的快速測試。這個機叫做實時定量的聚合酶連鎖反應的機，我們首先將剛才抽取了的基因就擠入裡面的試管裡面，而試管裡面亦加上同時加上了試劑，這樣加了之後呢，我們就將這部液的混合物就擠在裡面這部機，將這實驗的樣本擠去機裡面之後，我就啟動那個儀器，需時大約個半小時，這一些的樣本全部都高過這個的 baseline， 我們就會認為這些樣本呢就是有沙士病毒。如果有少量樣本能夠來到我們實驗室當中呢，我們可以在數小時之內就測試到究竟這個樣本裡面有沒有沙士病毒在裡面。非典型肺炎最主要襲擊是我們的肺部，會影響了我們的肺部組織，嚴重影響了我們的心肺功能，所以經常做一些合適的呼吸運動是可以幫助大家提升大家的心肺功能的。以下我教大家一些很簡單的呼吸運動，是大家隨時隨地在家裡都可以做到的，來到幫大家改善大家的心肺功能。首先我們做之前要站好，眼望前面，膊頭放鬆，挺起胸膛，然後我們將一隻手放在我們肚臍對上這個地方，做的時候我們上半身是不動的，我們首先慢慢用口呼氣，呼曬所有氣出來，接著用鼻吸氣。好了，你應該會覺得吸氣的時候肚子是漲出來的，呼氣的時候是凹進去的，大家可以每日做三次，每次大概做三至五次，那就已经足够了。唉，喂，唉，喂，美儀啊，我硬是觉得你在沙士之后成日都不开心的。是啊，还成日觉得好惊啊，又周身不舒服，睇极医生，医生都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你最近有没有持续失眠呢？有冇持续头痛啊？有啊有啊。有冇周身骨痛？喂，你点知噶？心情烦躁，中晒啦！你可能系患咗呢个灾难性嘅情绪病啊！咩啊？情绪病？19岁，任职医疗辅助队嘅郑舒淇，去年沙士爆发期间，因为协助隔离淘汰居民而感染咗沙士，康复之后身体出现气喘、关节痛等后遗症。但是其实心理上的影响都很大。心理方面就会是脑海不断浮现返嗰时喺葡萄花园工作嘅情景啦。同埋当时喺病房最辛苦嗰时嘅治疗情况啦。夜晚发恶梦亦都系浮现返嗰时喺病房里面嘅情景嘅。好多時睇翻一啲報道啊，關於沙士，自己都會係不安咯，同埋見到自己工作套制服啦，同埋係唔敢去葡萄花園經過，都會有種不安嘅感覺噶咯。舒淇咧，佢患咗嘅咧，我叫創傷後情緒病。創傷後情緒病咧，就喺一啲大嘅創傷性嘅事件，即係沙士啊，或者係大火啊、911啊等等咧，就研究顯示咧，最少有一半人會有唔同程度嘅創傷後情緒病。咁嚟到當事人咧，就失眠啦、恐懼啦、憂慮啦，覺得個世界好似唔再安全啦。咁而有時會出現自殺嘅念頭咁樣。咁創傷後情緒病咧，如果去到病呢個程度，就唔係話放下假或者是听家人讲你想开啲啦，好多人都系咁啦，咁自己唔会好返嘅。咁如果程度系轻度至中度呢，就绝对适当呢就睇呢个临床心理学家做一啲叫认知行为嘅治疗。又或者呢，如果程度搵唔到心理学家，或者程度已经去到中度或者以上呢，就需要呢就服用一啲叫做血清素调节药。当自己的问题未去到可能情绪病的程度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呢，就不要夹埋呢，就叫做压力管理。
咁當中包括譬如話一日食三餐好嘅食物啦，定時嘅運動啦，同埋咧就有時喺諗嘢嗰度可以作一種調節嘅，即係話有時唔好嘅嘢咧就自己用第二個角度睇咧，好似係舒淇嘅例子一樣。喺負面咁睇就係沙士件事帶俾我好多感染啊、恐懼啊、好多唔舒服啊、啲後遺症啊等等啦。但係喺正面嗰邊嚟講，我喺幫人之中，我係覺得自己係一種自豪嘅感覺咯。而家個人係浮現翻嗰陣時啲情景係會減少咗啦，唔恐懼話再次去翻蒲大花園啦。而家夜晚瞓覺都會係瞓得好好啊，唔會話影響到日常生活咯。有一啲市民嘅，佢哋唔了解到SARS 呢個病嘅，咁佢哋好多時知道曾經患過非典型肺炎嘅人，佢哋係誤解咗佢哋係會有傳染性咯。咁而避開佢哋啊，同埋唔同佢哋接觸啊，咁樣係會令到其他病友，包括我自己在內，個內心都會好難受，因為其實我哋已經好翻啦。由我哋嘅試驗睇得到咧，就沙士係唔潛伏喺人類裏面，即係話你如果你好翻，你停止咗再冇病毒走出嚟嘅話咧，我哋可以全身所有嘅分泌物，包括血液啊，包括佢糞便啊、小便啊、口水啊、鼻液啊，我哋都揾唔到任何嘅跡象咧。個病人係有呢個沙士冠狀病毒喺裏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歧視係非常之係唔正確。情緒病，估唔到我威力咁大，人類真係不堪一擊。沙士個源頭咧係喺野生動物嗰度嚟，但係咪一定喺果子狸嗰度嚟咧？其實我哋就唔係好知道。當將嗰啲負責去屠宰或者負責去售賣呢啲野生動物嘅人嘅血清嗰度做過，就發覺呢啲人咧，佢哋血清咧有成40% 嘅人咧係有呢個抗體，同呢個正常普通嘅捐血者咧係0% 咧係好大分別。咁所以我哋亦都相信多數啊，雖然冇十足嘅證據，但係多數咧呢個病毒咧。是由個動物嗰度跳入人類嗰度，咁人類同呢啲動物咧就唔會好近距離咁接觸嘅，通常都。但係因為你而家將佢運曬喺個街市嗰度，生存嘅位置可能係一張 A4紙咁大嘅地方俾佢哋去生存，可能開頭只有一隻動物係有個沙士冠狀病毒，但係當佢運咗一個咁擠迫同一個咁污穢嘅環境裏面咧，即刻個病毒好快就傳到好多嘅動物都係。但我哋都唔應該睇個病毒，因為個病毒唔係想搞住你哋。是你們讓這件事發生。我在動物世界都住到有天換，都是多得你們人類給個機會我來你們的世界裡玩一下。我們知道如果你有一個均衡的飲食，其實很多很普通的很便宜的食物，譬如新鮮的蔬菜和水果來說，其實它補身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們不應該是即係漫無目的咁樣咧，係亂咁試一啲咁嘅所謂完全新嘅食物，新嘅野生嘅動物，因為咁樣做法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個危險性係好大嘅。Dr. Chan 啊，你搞緊咩？研究緊中藥啦。邊有西醫信中藥㗎？你咁講就唔啱啦。中醫西醫各有所長㗎嘛，唔應該互相排斥，應該互相融合，咁樣病人先得到最大嘅好處㗎。陳大夫果然有遠見，有道理啊。如果係靚女咁咪把下脈囉。啊，唔該醫生，唔該。啊，先生。點啊，最近咪又係差唔多係咪？係啊，口乾囉。口乾，系啊，呢个骨痛咧，骨痛都系咁啦，起身咪见鼻咯。11月嗰阵时候咧，就医院开咗翻去就做个磁共振，咁就后屘发现咧，我嘅右肩股骨咧就有轻微嘅骨枯，咁咧但系因为我比较好彩啦，即系嗰个位置上边咧就冇即系唔系高危啦，咁就可以
俾我選擇做唔做手術，咁但係我就選擇咗用中醫嚟做治療。呢個骨科老醫佢呢個血液破壞造成呢個壞死之後咧，即係話佢個好似係不同嘅間接、不同嘅部位，就是、全身都可以，但係龍南藏上最常見嘅咧就骨骨頭，肋骨神咧也可以繞到脫形骨髓。除了这个用药之外呢，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饮酒啦，空酒大量的饮酒呢，根据科学统计呢也可以有到这个骨骨头坏死。中医的治疗呢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一个食药啊，除了服药之外呢，还有可以中药呢，可以采取外治的办法，用啲活血化瘀或者补肾啊、驱风通络的一些药，熬水来浸来泡，都可以做帮助。啊，另外除咗呢种啊，中医仲好多办法，按摩啦、推拿啦、啊针灸啦，啊各方面嘅进行综合配合咧，可能效果呢就会好啲。醫骨敷呢一邊都係睇咗個零月啦，咁但係其實因為之前睇其他嗰啲後遺症咧 ，SARS 個後遺症嗰個效果很好啦，咁我都有信心，我應該可以好得翻。點解佢有骨敷呢？會唔會係一個 SARS 嘅喺骨頭入面嘅一個併發症，定係 SARS 令到病人加埋呢個類固醇嘅治療之後嘅併發症？我哋唔知道，但係咧。似乎唔係淨係類固醇嘅併發症咁簡單，因為你睇下第二啲病人用同一樣咁多嘅激素去醫治血癌啊、淋巴瘤啊，或者器官移植啊，譬如腎移植之後有問題啊、排斥嘅效果，佢哋都冇咁多嘅骨敷現象。喂喂喂，美儀，你講去邊啊？我喊咧，訪問完呢個國際艾滋病權威何大一啦，佢話原來沙士嘅冠狀病毒咧，同艾滋病病毒入侵人體嘅方法咧，非常之相似嘅。咁佢提議我哋咧，用多肽呢個化學物質咧，去研製針對沙士嘅藥物。嗱，我而家趕住咧去訪問呢個高一川教授啊，睇佢研究多肽研究成點啊。拜拜。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加咗多肽之後，都係啦。哦，好靚喎。即係睇嚟咧，嗰、那個呢、這個新嘅多肽咧，都似乎真係可以嚇阻止咗嗰個沙士病毒係入侵啲細胞。刺蛋白咧就係、是、個病毒嘅表面上嘅一個嘅蛋白質嚟嘅。咁基本上嚟講咧，就係、是、佢就利用呢個咁樣嘅蛋白質係去接近嗰啲細胞。咁大家可以想像嚟講咧，刺蛋白咧就好似我而家嘅手臂一樣嚇。咁佢咧就好似我哋攞嘢咁樣咧，佢嘅刺蛋白咧就嘗試去揾嗰啲細胞。咁如果佢係見到個細胞嘅時候，佢接觸到啦，咁佢咧就會係將自己係拉埋去，然後個病毒就可以入去細胞裏面侵襲細胞啦。咁個多肽個作用係點樣呢？佢個做法嚟講咧，就係攝咗喺佢嗰個刺蛋白嘅某個部分嗰度，令到佢係唔可以再係做呢個機械嘅動作，就係佢唔就算佢掂到你細胞咧，佢都唔可以將自己拉埋嚟，將個病毒係進入個細胞裏面。多肽如果成功的話嚟講咧，佢將會係第一個係針對性。咁去對付沙士病、冠狀病毒咁樣嗰個嘅治療嘅藥品嚟嘅，一隻藥由佢開始研究開發，到最尾可以係擠出去係服務到啲普通嘅市民咁樣咧。你講緊咧，一般嚟講係十年係一個，即係五至十年係一個好，只叫做好保守嘅估計噶啦。喺好多藥嚟講咧，十年到先至係有機會係由最初研製係去到真真正正可以用到。雖然研製疫苗同埋藥物啊，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但有啲嘢咧，而家即刻可以做噶噃。例如系啲乜嘢咧？就系、是、保持个人同埋环境嘅卫生啦。嗯，喂，食饭之前有冇洗手噶？有啊，有嘅。帮嗰啲咩啊嘛，嗰啲细菌啊嘛，安全啲啊嘛，变咗。咁呢个不嬲嘅习惯，唔系因为话有冇病啊嘛。依家洗多咗手咯。冇。点解嘅？因为去完厕所就会咯，由细到大都会噶。冇啊，我话点解嘅？唔记得啊。冇啊。我洗手啊！病咗有冇戴口罩出街啊？有，书包都袋住噶。唔会。点解？麻烦咯。即系如果系要咳，我会嘅。啊，知道自己唔系咁严重都唔戴。会，依样一定会。如果冇沙士，应该都唔会。因为几麻烦，又觉得戴口罩唔系几舒服噶啦。你同人食饭，
有冇用公筷啊？少用公筷嘅。冇啊，公筷就一定会摆出嚟噶啦。咁但系有时就有时就唔记得用啦，啲人咁就懒啦。即系自从啊沙士嘅时候都应该啦。你如果有病人，你唔好惹埋人哋啊嘛。如果其他人都唔中意，你都唔可以咁样夹硬用公筷，好似破坏咗气氛咁啊。因为就咁夹咪得咯，使乜咁麻烦呢？香港人好善忘嘅，我就等你哋一开始松懈，我又可以翻嚟啦。市民好多时咧都会听到新嘅传染病或者系啲疾病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惊，或者觉得好唔知点样做好，但其实。當然有一部分的事一定是政府做的，例如檢疫的工作，例如傳染病個案的追蹤、治療和接觸者隔離那些，當然要政府做。但其實如果市民能夠保持一個警覺性在這裡，然後每人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例如個人衛生、環境衛生、食物衛生方面，只要每人多做一步的話，那其實我想我們被傳染病打低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做衛生的事你不是說見到一種病你就去做一個 step， 而是你做一個衛生的、一個的設施，或者做了一種習慣之後，所有的傳染病都應該減少。其實傳染病都不是那麼可怕，只要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這樣就可以了。要預防沙士做多些大氧運動都有幫助的，例如好像游水或者踩單車那樣，很簡單的。喂，不要說了，做了。喂，來吧。哎呀，喂，怎樣才是大用運動呢？